装的部分其实非常简单哦。其实我们就是记得灯头朝内，然后电源朝外。那这样子的时候哈，我们就先一样，先把灯头这样放进去，很简单啊，没什么困难，啊，只要切起就好，哦，切起就可以，像这样切起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把电源线接上去，电源线接上去以后哈，这边哈它有一个凹槽，啊，就是可以让电线比较不会卡住，不要把电线塞到这个弹轮里面去，因为那个里面是它的发射机构，它怕会被搅乱，哦。OK， 然后推进去，我们再依序把螺丝锁回去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吧？那我们来实际上看一下它的画面，我有看到吗？好，来，好，稍微有一点强光可能会不舒服哦，请大家忍耐一下。还蛮亮的哦，很强。